你就是阿土跟那个八哥，你就这点追求吗？我就这点追求了，因为我早上我已经跑过两圈了。哦，不到五分没做。没呀。前10公里比北马快，挺好挺好，应该50公里应该也在5小时内吧。当然，要不快的给老公发个音。好，好好加油！我回头看陪他们谁跑的时候，路上就绕一圈。什么感觉？就是没什么感觉啊，是一个，没什么感觉，第一名了，差了什么 ？Fresh leg， 你在我后面多少？你在我后面多少？两圈，马上就上，后面呢？哎，要不等等他吧，咱们慢点，慢点，等等他，去后面就行了。他妈追的。好惨！从那儿回去，哇哇哇就哭了。已然废了。这个这是第七圈吧？你这个比越野要累的多了。是，主要是它肌肉没有轮换。对，而且没有越野那么有乐趣。是啊，对，比较糟心。是。骑兵什么感觉？你是陪了好多圈了。兵问什么呀？兵问什么呀？我也会黑幕，怕兵哥把子弹干了，特意把子弹插手开漏掉。
必须要认同，必须要认同这个说法。对呀，兵哥对此有什么感想？默认了，先默认了，就那么回事儿。真是，你傻了。兵哥这么地道的人，你非要兵哥亲口说出来吗？我们刚才说就行了。好。没看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啊！真的吗？Of course， 浑身充满了力量，power！哇塞！快跟胖儿喝，快！我在前面等你啊！在出现是什么？啊！加油！不然等太久了啊！看你真是有乐趣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几趟啊？现在还剩多少鸡汤啊？什么是鸡汤？我需要鸡汤吗？哇塞！油太要摔那儿了。这种比赛还用喝鸡汤？开玩笑吗？不是，就是分分钟。有点大的就 OK 了。好，非常最好。给我当着4K 大屏的面全都是这样的。得亏今天不是今天啊，要不遭雷劈啊。不，这种状态真的很好，心态也要好。我就除了只有心态了。这块侧边来一下，好。对，好状态啊！我到前面。今天是什么动静啊？没动静，没跑啊？没有啊？没跑。那接下来呢？给他录了啊？给我录了。哇塞！你别老吃面，要不是你下面。这是群里的一个搞笑。没跑。那就明年南美。可以考虑一下，可以，可以，你赶紧定啊！好，心都干净。好。哎呀，懂了。陪你跑一段吧。难得能碰到，感觉怎么样？累死了。真能结束比赛吗？不能放弃啊！这都快结束了。还有两圈啊，还有两圈，加油吧！加油！哎呀，没事，这个等到再放松一下。好，你说最后一圈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能跑，还能跑，不想跑，不想跑了。他为啥还跑？他姐的肚子，镜头我的完赛呀，对吧？这么多人陪我，没想陪我，对不起大家。吃的特别好，肚子都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是吧？拦住他，别让他走，拦住他，哥，就跑了。哎呦喂！太吓人了吧！
这都是以前我对别人做的事情。被录下来了吧？完了，晚年不保了。刚才也没录吧？刚才录了。这明明都是我应该。姐姐，我要报复你！加油！哎呀，我来拍拍你。啊！拍完录一录视频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胃口不太，就是胃口不太舒服。哦。其他还好，我基本上没吃东西，抓着吃了一个半。嗯。然后其他补给没怎么吃，加起来喝了可能不到不到一碗的粥。哦。就是胃口不太舒服，所以，哎，我这没事，别点了，老公。就没劲。没劲。在最后坚持最后一圈了。继续坚持。加油！这样，哎，来。哥，进了，进了。不是，咱慢点，一会儿没劲儿了。拍的累不累啊？我还好，我因为拍了也就拍了几个人，也没几圈。你们这扛这么多圈，确实比较累。我有种，我有种这辈子都不想再来奥森的感觉。真的。嗯。可以想象，可以想象。可能跑完之后，可能近期就不会再来了。近几个月应该不来了，是吧？太纠结了。是。咱们稍微降一个。下车两位。前面刷不理想，后面反正最后的嘛。然后从南园回来的时候，我再回家的。不行，我得跟自己比的。本来想十小时之内完赛，没戏了，奔十个半去了。这话就够快的了。今年记录好像女子是十小时十几，没戏了，这样子高就没办法。来年不跑了。频道还是太虐了。来年没有再战。我连积分分数都快跑不动了。哎呀，可以了，你跑了已经第十圈了，最后再坚持一下就好了。站在讲台上哭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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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圈了。剩下这个少了。做完这点儿，直接就完。
Ha ha ha!